是一包新麻娘弟最喜欢的面，教大家如何煮出你阿嬷的味道。白包梅伊卡瑞比，小的一包已经不够吃了。拿个锅烧开水，开大火把水滚起来，滚了把面放进去，煮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了，不要煮太久，因为我不喜欢我的面糯糯。半入咖喱粉，撒呀撒呀，如果不够再加梅伊卡瑞 Q， 打两粒鸡蛋下去，拿筷子来搅拌搅拌，看到这个白粉就可以了，然后关火倒入你的碗中。现在你有刚刚好的面，刚刚好的鸡蛋，刚刚好的味道，一碗又香又好吃的面好了，系列好吃，记住不要经常吃。 OK， 拜拜。